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也是跟别人拿他在打赌？老师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还帮那个女人说话，那个女人她根本不要你，她抛弃你了。我叫你快走。你是笨蛋吗？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受别人的欺负？关于我们拿李纯心打赌的那件事，到此为止吧。不要想动他，要是敢动他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王牌大明星》。